看其他消息，针对着进前苏花公路游览车弄山的事件，交通部列在第一批爱调回名单内底700多台游览车内底，已经完成将近70%，不过即马无发现讲有欠点。因应云南会初步的调查，认为游览车椅啊安装可能有系统的问题。交通部到礼拜已经调回565台，加苏花事故共车厂制造的游览车，目前拢无发现问题。这些车在检查完了，也都继续去载客，今天连假的时分是未受影响。严格立委质疑，客运的椅子安装根本就无标准流程，应该要修正规范。到底是两根螺丝还是四根螺丝，在相关的车安中心所提供的规范，他们还要再进行另外一次的查证，是不是？交通部呢？目前会同车安中心或者是产官学研跟公路总局，还有运安会，大家共同来研议动态的测试啊，纳在相关的车辆安全检测。另外，针对离月份西滨快速道路发生21台车连环对撞的车祸，李伟也要求交通部要提出具体改善方案。交通部回应讲，已经跟警方加强合作，利用移动设备来抓超速。另外，全线未来会增加到16个农务侦测。伫代志发生了一个月，即马已经完成分林树河加嘉义东石两个所在，按算一年来全部拢做好。这条快速公路成型了之后呢，民众的使用度呢，我们相关的资料显现，大概有增加2倍之多的一个用量，所以说它的一个角色也做了一些转变。对于智慧交控的这一部分，交通管理的这一部分，我们也希望投入一些资源。因为这个在最近3年来，全国的交通事故案件无减少，颠倒增加，因为交通部爱全面检讨，交通部也承认讲确实爱努力。分析车祸增加原因，主要是因为老大人，还有奥多拜事故较侪。另外，这几年流行叫外送，也是需要注意加改善的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